董洁在微博上晒出一张遛狗照片，照片中的她身穿条纹 T 恤和短裙，扎着马尾辫，牵着爱犬红豆豆在河边散步，看起来少女感十足啊，胳膊和小腿也是十分纤细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孩子妈呢。董洁还配文称周末好啊，看来周末不用工作的小董老师心情很好呀。自2012年以来，董洁就不再更新微博，这次晒照也是董洁时隔5年回归微博后首次晒出个人生活照呢，粉丝们当然按耐不住啦，纷纷表扬董洁，董老师这个微博更新速度可以的，周末愉快，保持这个更播速度啊。还有粉丝贴出董洁与爱犬的合照，红豆豆已经长大好多啦，小董老师还是这么年轻漂亮啊。猫狗捞新闻，小董老师继续更播，不要停哦，我们还要看美照报道。